哎，哥，晚安，安晚安。北极熊晚安，大家晚安。哦，德全晚安。今天也迟到了，我刚开播前赶着化妆。洛克晚安，关羽晚安，七松红玫瑰，吐司晚安，波达晚安，卡丘晚安，大家晚安，帅源晚安，就晚安，今天超美，谢谢。哎，好感好感。克晚安，洛克晚安，上次说今天开播要问什么问题，等等再问你们。今天有台风，对啊，早上比较可怕。今天晚上我有出门。可是我出门的时候雨就还好，风比较稍微大一点点。谢谢小玉的告白气球，青云晚安，吐司吐司晚安。晚上不是雨很大，刚出门的时候，对，出门的时候还好，可是要回家的时候雨突然变很大，对，但还可以。谢谢晚安，大家晚安。今天早上去打疫苗，还有那时候没风没雨，对，真的。昨天也还好，那今天还有被搭讪吗？没有，今天谁会搭讪？哎 强大兔晚安，北极熊先生，我是叶草，Chris 晚安，笑笑晚安，晚安。卢卡晚安，今天是我生日，我知道，生日快乐，重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呜，快乐快乐，嘿嘿，谢谢送告白气球，生日快乐，对，我后来就是我关播前呢，三个人跟我说，啊，没事，等等再跟，今天我生日，你可以说重生我爱你，好吧？重生我爱你，生日快乐。现在打完刚好过12小时，我现在身体什么感觉都没有，真的吗？什么感觉都没有是什么意思？所以有发烧吗？还是就是很想睡觉，这样吗？对，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上次关播后啊，三个粉丝吗？我忘记了，就是有几个粉丝跟我说。就是不要跟粉丝讨论下次要穿什么比较好，对。你们也这么觉得吗？就是疫苗认证的老人。今天一阵有直播，我知道，有些要等到18小时才有反应。哦，对，那说不定18小时后你会发烧。L 线送红玫瑰。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要穿什么路卡自己决定就好。我也不知道诶，对呀，我想说，这么多人哦，蛮多人，说路卡不要这样。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知道那个粉丝其实，该怎么讲呢？你决定也可以呀，有那么多，对呀。算了，可是，我先跟怡珍，怡珍，你还没关播，我准备要关了。然后看到我在开播，对呀、要紧，啊，刚好你开，给你打个招呼。原来，好嗨，久不见，我们今天有原本要见面，可是因为台风的没有关见面，系。可是因为台风。对啊，我们今天早上会见面的，对呀，很可惜。谢谢红包，谁呀？Grace，谢谢 Grace 这样。开始还跟着跑去，他刚才才跟我说他要跑，他原本在你那边呢、太好笑了吧？而且我没抢到红包，哭哭。想浴室开两个账。真的、这边好像我没看到。
你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你那边是不是有那个录咖啡因？我看一下你啊，那边是不是有？录咖啡因不在。啊，不在吗？假的，哎呦，好，还可以，还可以。我刚刚想说，就是他们一定会跑过去，哦，啊，还蛮乖的。啊，那个在 Ruby BB 在，你知道他对，就在，他，就他，他改名，谢谢，对，你看，我就觉得他不会那么乖，果真去了。好好笑，生气他在那边原哈，来他在，晚安，生气他已经不见了，他已经不，他已经没有留言了，他现在在忙你那边。他也没有在这边留我就言，知道他，我就知道不他，是啊，对，真的是。又在他了解，他就是，等下怎么这么多很多账号，这样不行啊，哎呀，强纳森，强纳森出现了，谢谢强纳森的香槟，哎呀，哇，他来了，出现了，你那边今天有下雨？一定有下雨，风很大吗？有啊，下很大，你那边是不是下很大？雨的话，还有风比较你那大。里？真的，我们这边雨也还好，就是虽然有下，但是没有到很大的那那就好。晚安，大家晚安。今天是不是没有百万英雄？我8点的时候一直在对，今天没有，你那边，结果超就可是惜。想说怎么没有？好像六日好像，哦，平日才有，原来，如此。听说明天也有，对，明天有，所以我明天会卡，我明天就想说要那个为了答题，哦，开在那个我答会去题，你那边。哦，谢谢送香槟，谢谢，我也收到了，好纳森，希望下次可以见面，对呀，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这礼拜有吗？对。我也不，谢谢送香槟，谢谢，你丫耳头，机讲叛变了，真的假的？哦，现在大家都两边跑，其实这样也不错啊，谢谢送我带娃子，账号的那种，很厉害耶！现在都一大堆账号，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到，对呀。嗨，一真，我要跟粉丝们聊天了。好好的，加油啊，辛苦了，拜拜。拜拜。哎呀，好嘞，对，哦，可以了，晚安。对，我忘记我刚刚讲到哪里了，就反正就是。不要跟粉丝讨论下次要穿什么衣服比较好，因为我怕有些人有些粉丝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不行？这样，对，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他是当天是生日，所以想说，我都可以。可是既然蛮多人这样决定，这样觉得，所以我开播前就想了很久，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衣服比较好？所以我后来决定，我上衣穿普通的衣服，然后我下面穿水手服。对，如果等一下真的想看的话，我上衣也会穿水手服，但是想说开播一开始开播的时候还是不要全部都穿水手服就好。对，这是我想了之后。得到的答案，好好笑。小艺晚安，你的衣服好看，不是普通的，这什么混搭风？你做的又看不到，对呀、啊，看不到哈。无言，干嘛这样？不要理你。对，然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呢，就是我可能知道你们的生日，
可是你们如果没有出声，我看到那个人，我应该要跟你们说生日快乐吗？还是不要？因为我怕有些粉丝可能比较内向，我突然看到他，我说啊、哦、生日快乐，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可是有些粉丝觉得，为什么你们明明就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什么看到我都不会跟我说生日快乐？这样，对呀，我在想说，这么说感觉可以直接说。对，就是我大概想知道你们，如果是你们的话，看到自己想直接被这样想，还是就是要等到那个粉丝在大家面前说，哦，今天是我生日，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哪个比较好？你很容易想很多诶，因为粉丝都给我意见呢，我在想我应该要怎么办。然后我上次就没有说这样，然后有人真的走心了。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给很多礼物，所以你才是这样吗？什么的？”想说我不是，我知道你生日，可是如果你没有说的话，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讲。所以真的要，可能是要看人。可是，你知道我们生日有些粉丝我知道啊，可能就说，可能在直播间说，啊、哦，我的生日是3个月后啊，什么的。不要说好了，可以啊。秘密开播还会特地笔记本看单周谁生日，直接了解。例如你在忙，我当然不会打断你，跟你说今天我生日。我觉得可以，如果是生日的话，如果是我的话，不管我现在在讲什么，真的可以直接说今天是我生日，不然我没办法帮你庆生。后来有人说我今天是我生日，为什么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比起这样的，真的好很多。可以说啊，不过卢卡怎么会知道我们是？那他11点有开播吗？我不知道啊。我生日1年后，表1年后什么意思？我每个月提醒你一次，好了，好，反正我还是，如果你们没有说，就算你名字上面写今天是我生日，还是不要讲好了。对，我觉得对，我是很想帮你们祝福，可是如果你们没有说，突然看到有一个粉丝说啊，我知道今天是你生日，生日快乐，会不会那个粉丝就会吓到，想说，其实我是觉得跟你说，后天是我生日比较害羞，今天当然直接说，哦，会很开心。对啊，我相信，这可能真的是要看人。如果是明天呢？你说我明天生日，然后我明天如。看看一下，如果我明天不会开播的话，我就当场帮你庆生。可是如果我明天也会开播，我看到你明天我一样看到你，我可能还是不会先说我生日快乐这样。名字写绝对是想被说，是，可是有时候真的跳得很快，大家的留言跳得很快，我不会仔细看大家的名字，只会看留言。然后我可能就刚好没看到他的名字，但我连后天都照说了 我生日的时候先读你那天会开没开就算了，没我当然我当然很想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想帮你们开呀。还是我们粉丝也稍微注意一下哦。对了，就是不要走心，希望不要走心。我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不会是因为你比我比较喜欢你，我比较不喜欢你，所以不会帮你庆生，不可能。对，能理解留言真的很快。对，我今年是礼拜一，是不是该礼拜天先申请？如果直播有看到留言就提一下，会呀、啊、会呀、啊，一定的。可是如果没有留言的话，我就不会提，我就特不会特别提。你看到今天生日谈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见旧则新，不要也看我也不知道哎、欸，也有可能我当时没有看，真的可能真的没有看到我今天是我生日这个留言，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感到不好意思，对，我也不知道哎、欸。如果生日那天，如果你没提，我们也不要不讲生日快乐、哦。那如果讲了一次没看到，可以再讲第二次吗？可以啊，可以。可是我相信，如果你们有人说今天是我生日，我相信其他粉丝也帮你们说生日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不太可能会没有真的没看到，对，对吧？我刚刚就是有人生日，就是其他粉丝也有帮那个粉丝庆生嘛，对。所以不太真的不太可能会这样，可是，对呀、啊，一阵知道他在骗，大家都会祝福，对呀、啊、对呀、啊，嗯，就反正，反正如果我开播的时候你当天生日，真的不管我在讲什么，直接跟我说。对，兽性最大，没错。对，直接跟我说，生日快乐，爱，双关于祝福。反正我的看法是，粉丝是总怎样都会人走心的生物，所以如果做自己就，哦，原来如此，好像也对耶，对呀、啊，不是每个粉丝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嘛，对，好像是这样。对，那我先讲，对，反正我刚刚讲就是，不管我知道，我事先知道你的生日，如果那个人没有特别在这边说如果庆祝我就不会庆祝，对。谢谢一真送我告白气球，应该是拼图版，应该是旧版的。谢谢一真，明年六月十五号拜托要开播，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哈。对啊，我记得的话，我记得的话，最主要是没有庆祝到卓心，还是有点奇怪。我也觉得、啊，我也很难过啊，想说，我也不希望。就是生日的时候，粉丝会走心。生日应该是366天最开心的一天嘛？对，对，对啊，很难顾到所有人。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有人会走心。照露卡的想法好了，好，没问题的。要顾好每个粉丝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要顾虑这么多，真的是我现在难为。谢谢八尾晚，不是八尾晚安。所以卢卡照顾我就好，其他人不用管。这个不行，我是大家的。不然你直接统计当月生日粉丝也是一种方法。你说每个月一号是不是？你忘记我就直接开找你了。等一下会换水手服吗？可以啊，不然很不觉得很奇怪吗？上面穿 T 恤，下面穿水手服。但是那我还是就是之后就不会，对，不可能不会讨论说，我下次直播衣服，对，反正我之后的直播衣服就是想我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不然也可以考虑栗子前面的做法，每两个月约定固定帮粉丝生日会一次呢。哦，好像也不错。那如果他生日当天就不会跟他说生日快乐吗？可能就是一次祝福所有单月的粉丝也可以。但是啊。小霞晚安，
没有啊，这样穿也很 JK，真的吗？对，衣服我自己会决定的，对，我不会听别人的意见，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还是可以说，如果要一次祝福，应该当天就不用。可是我如果是我的话，希望当天或是前天被说生日快乐。哎呀，就先这样吧。对，路考最大。上次有人讨论台湾学生制服。上衣配运动裤，台湾学生喜欢穿制服上配运动裤，什么意思？制服穿，上面是制服，下面是运动裤，对吗？是不是？哦，我以前也会这样，可是不是因为喜欢，就是因为，懒得换上衣。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可以选裙子跟裤子，可是我都穿裙子。可是这样打排球的时候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直接换下面，然后换运动裤，然后打排球，然后要晚自习的时候只穿下面就好。哎呦，今天穿什么鞋？单月也可以。那样好看吗？不好看啊。不会好看。大家晚安。优卡今天不是一直用手机讲？对。我们以前学生也是制服裤，只有运动裤。哦，真假的？高中的时候吗？诶？没有制服裤，他没看到，他是谁？你穿怎么会不好看？连手机都懂，中一本，中一层。今天路考的手机怎么？应该是手机架，我平常会固定在那个，固定在墙壁上。可是我没有粘，今天没有粘好。也谢谢了，晚安。话说，你没看到我刚刚的留言？什么留言？因为留言常常会消失，所以如果我真的没有念到，可以再讲一次。但是有些留言我真的会故意跳过，是因为太白痴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留言很白痴，就不要一直刷，这样我就把你按禁言。开门谢谢送 Popcat，谢谢音乐送枫叶。想反的穿泰拳裤就反的穿白，那不是我不是这样，我不是想这样才穿这样。我先道歉，干嘛道歉？谢谢送枫叶，难怪我的常被跳过，有吗？真是诚实，我以为卢卡讲起来猫咪的语言，不会一直爽，讨厌不要跳过人间。谢谢玉安送我行李箱跟一封信，找到原因了，难怪我常常被跳过留言。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留言是，怪怪的吗？所以刚刚讲了什么？我也留过好几次白痴留言，走心仔大量出，大量出现。那我懂你的意思，对，大家都走心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我先跪。又考聪明，可以跟猫咪讲哈。甜甜圈留言基本上都会被跳过，没有吧？没被念到会怕怕的。我刚刚就是说泰拳裤的那个，泰拳裤的那个，
我平常都走遮瑕一路线，以后是不是都要被跳过了？都是我拉低留言区的水准，好好笑！不要跟我道歉，好奇怪。今天会唱歌，对，会啊，我每次都会，我每次都会唱歌，每天都会唱歌。走心走到脚酸，走不动了。我现在要什么？严肃成熟的留言风格，你可以吗？跟其他粉丝道歉，我丢留白痴留言，不，白痴的留言，我像是在这边讲其他人的事，其他直播组的事情啊什么的，这种的我就不会念。刚刚 Luka 有哼到，等一下要唱的歌，有吗？有吗？有吗？我刚刚哼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哎，要开始成熟粉丝进行，很棒，不是白痴，还好我不看其他人的直播，是吗？原来我有怪怪留言还是被念了，是因为你没看出怪怪的意思，也有可能哦，不知道没听到，やばい、今日鼻めっちゃ出る。那如果每次都是说什么看肥嘟嘟左卫门呢？给你看呢、啊，想看就给你看。可是我相信，我相信看我直播会，那淡点哦，会注意到他的应该只有你。示范，欠揍哎、欸，那要到什么程度会被禁言？认真，我不开心就禁言。话说，如果你想要我这样的身体，当然那样会突然觉得好害羞，好丢脸。对，就是黑历史，真的不要想起来比较好。现在可能不会觉得，但过了几年就不一样了。日本也是叫中日吗？对，中日应该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吧？去你没有？偷偷爆料，我之前什么把一边眼睛盖住，说里面有神秘力量什么的，那你还敢说你没有，你不是中二病，好可怕哦！瓦西不是老夫的意思吗？没有啊，就是如果我吃。如果我穿卡妹的衣服，他可能说“所以我是那样给”之类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小心想起黑历史，真的，真的，好可爱。你说卡妹吗？还好，我国中只是喜欢把衣服。什么在左手上？什么意思？衣服？谢谢杨过的红包，这是故意的吗？还是不小心？好吧，手慢了，姑姑。是不是很多人以前会学忍者跑步？有吗？我以前喜欢 LL 的时候，也创造不少历史。对，每个人看的以前看的东西都不一样。国中我的书包里还会放一把苦，所以要放在是这样吗？然后觉得这样跑步速会不会比较很快？是不是？以前大队接力都是把手摆在后面跑步，看了就觉得好中二，乖。像是雪妮可妮可妮吗？雪妮可妮可妮一点都不中二。之前的参加 TTP 成员筛选，就有一位是中二团体的成员。谁 呀、啊？我会把学校外套当被风。哇，卢卡好熟练，以前肯定是忍者，没有，才没有。还要用右手按照左手手，我快要。呀，这不是我的黑暗力量了，
太可怕了！我那时候还在班上跳 LOL 的歌，我现在好想忘掉。没事的，我不会笑你，我不会笑你。对，你在班上不管跳我们 AKB 的歌，不管是 LOL 的歌，没问题的，因为我也有跳过。跑得慢不是因为我胖，是查克拉不够了。以前我们都是在学什么 Street Fighter 的六的，这个吗？波动拳的姿势。等吧，我跟德拳的时代可能不一样。波动拳是这样吗？还是这样？中二の時の僕ってどんなだったかな？思い出さない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我原本不想要这招的，开始聊黑历史了。外套挡风一定要啊！鲁夫要进入二段的动作，灰忍者的小哦，好可怕哦！想看卢卡跳，这里的人都怪怪的，好可怕！对，大家都是中二病。卢卡会跳 LOL，不是，我那时候国中嘛，我国高中的时候比较流行的就是B 加的歌，然后有很多什么我都听咪哒豆的，对，没错，反正就是我的宅友喜欢看我跳舞，所以他说刘佳帮我跳那个卢卡卢卡那个 FIBA 哦，帮我跳什么什么歌什么歌，就是 B 加的歌，对，然后我就跳给他看，可是我相信。在旁边，就是除了那位宅友以外，其他我同学一定觉得刘佳怪怪的，怎么突然在跳舞？以前我们国中会学闪电十一人的什么踢足球，あれかな、いないでかな、イナズマイレブン。好久没人能比我是，你左手左手，两公尺啊！时代，对，没错，没错，没错，阳光春日的舞，对，以前宅宅的女生都会跳那个，我也会跳，好可怕哦！啊，有没有？冷静点，卢卡，好，你怎么这么多黑历史？对呀，现在想到全部都是黑历史，怎么办？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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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害羞了，还是不要好了。还是我穿水手，我在跳这首。还有那个幸运草，不是幸运草，幸运星的那个舞蹈也蛮，以前很流行。狗啊，好可怕哦！突然发现好像没事。对啊，1个小时了，其实我可以差不多换衣服。对，今天不唱歌改跳舞吧。幸运星的我记得哈。啊，都是回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啦。对，闪亮的幸运星，Lucky Star。爱买小星星，好可怕的黑历史！你是不是很惊醒以前同学不好看你直播？他们可以看我直播吗？你有唱过《幸运星》的样子？有吗？好像有对，ルカちゃんって小さい頃からの生粋のオタクだったんだね。中1から中2が本当にやばかった。もう完全に二次元の人だった。二次元の人って言ったらおかしいね。もう思い出がほぼ二次元。 で中3の頃からだんだん、まあもう二次元も好きだったけど、ちょっと三次元のなんかそういう趣味も出てきてって感じで、高校に入ってから二次元で語れる友達がいなくなって、そっからだね。
いやでもあの時が二次元が悪いとは全然思ってないし、ね。いや、いい思い出だと思うよ。思い出、いい思い出だったんだけど、いやでも当時の言動とか行動がちょっと影響されてた部分を思い出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るってだけで。不是说停止中日话题吗？这么好玩要停吗？停不下去了。之前不是有一个动漫叫什么《中二病也想谈恋爱》，那女的真的蛮中二。哦，那个我没看，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流行。因为我高中开始，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聊动漫的话题，可是我高中能聊动漫话题的朋友突然变很少了，而且我也不太会讲中文嘛。然后我就，而且高中的学科压力也很大，就没什么时间看动漫，有点可惜。但我不觉得我在看动漫的那时候，不觉得我那时候的我不好。对，动漫是很棒的东西，二次元是很棒的东西，只是我那时候的行动跟讲话方式被那个影响了很多，所以才觉得很可怕。对，所以才会觉得很可怕，我先下来，拜拜，下次见。然后开始 get 高，没有，我从来没有走 get 的路线。团长，不要停下来！高中大部分都是花时间在读书，真的。对，高中，可惜我高中同学不够宅，对。冷静に振り返った俺意外とオタク歴浅かった。看来下次合照会跟 Luca 要拍中日照了。以前流行什么？我想一下啊。我的外套。啊！突然发现我外套都是收起来，就是你们这云雀外套都不会好好的穿，它都是上面盖着。然后我那时候很多喜欢云雀派的女生都是这样穿外，那样穿外套。对，对，挂在身上，现在想到都觉得好可怕。然后衣服上还写风纪，对对对，这边有红色的那个。我以前很想要那个东西，可是在台湾没有卖。海军也是不会，海军也是都不会好好穿。对，当时觉得这样很帅啊，对呀，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穿这样很帅。对，所以就是。我想到觉得好可怕，不是因为不是二次元很可怕，不是动漫很可怕，是那时候的我们的行为很可怕。你可以去当纠察队，可惜日侨学校那时候没有纠察队，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当啊。好啦，我去换衣服，等我一下啊。穿了制服，还聊那个中二病的话题，突然觉得好可怕，还是可惜吗？那是卡比没错。然后什么？以前我们还学那个，等等，并生吗？他们是国家教，他们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啊，国中生对不对？对，就是并生国中的那个校歌，比起我们学校的校歌，还会唱并生国中的校歌。
料理中の校歌は自分のとこの中学の校歌より歌ったわ。怖いもん。为什么突然开始卡了？哎呀，好了吗？好了吗？太棒了！也有可能让人觉得听不下去我的话。我只觉得兰波以后变成……哦，对呀，他20年后变成超帅。可以后退一点吗？好哦。元気の可愛い。明日告白してみて。本当？ありがとう。这样比较好，明るい。对，只有5分钟的20年后的蓝，哦，对，好像只有，好像真的只有短短出现短短，你要这样当纠察队吗？不错吧？换上水手服，该跳幸运星了，不要，好可怕哦！哎 幸运星。哪个比较好？幸运星跟良工春日，你们二选一。良工比较好看吧？真的吗？可是国中的时候跳的歌诶，希望我可以，希望我还记得。覚えてますように。鈴宮春。あー、やばい、怖い。我现在要回去我国中的时候的。对，国中的时候。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あの時に戻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か、今。エンディング。鈴宮春日の憂鬱。これかな。我先听一下音乐，把熟悉的中文都找回来吧。要不要不要不要！等等，我先回想一下那个动作。复习一下，等我一下哦。我等一下是不是要创作自己的黑历史啊？待って、私これから黒歴史作ろうとしてない？大丈夫？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会不会太暗？对啊，我把黑历史改成香香历史，改成白历史，对。会很暗吗？怎么觉得有点暗？这就有点，这样呢？光线的问题，我是觉得光线的问题。还是这？好吧，就这个吧。等一下哦。
什么黑本来就是黑？你再讲一次哦。你会不会太亮眼睛？不会，没问题的。我看一下。应该可以，好，开始。希望我不会，我随便跳，我随便跳，开心跳就好。怎么跳了？可恶！我国中的时候才不是这样，可爱就好，可爱就好。不要说很中二，对不起，我也觉得好中二。以前觉得跳这样就觉得很好玩，楽しかった。中二の頃。我国中生活是蛮充实的，因为有很多二次元陪我，就算是一般的 cover 没有，我没有好好的跳。对，香香历史可以，可是大家不要帮我剪辑哦。你这十年根本一直都有练习，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ここも普通にミスったし。谢谢重生的告白气球。一地剪的不要，谢谢。如果要剪的话，我再跳一次，因为我刚刚跳的很乱。So so so de， 啊，哎，慢点，我先就对了。啊，说不，说的说的，我ここ忘れちゃった。哥江，谢谢带我去流浪，谢谢。不要，还是不要再一次。好害羞，好害羞，我才不要发 IG。现在几分了？1小时16分。那我先唱歌好了。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今天刚好要唱那个《Haruhi no Yuzu》的歌，可是不是 Haruhi 的，是长门的歌。下一次幸运星发了粉丝就破万了呢。也不行，我们还是不要让，不要让那些人的黑历史就是なんていうの？覚え出させないようにあげよう。してあげましょう。不能让他们想起以前的黑历史。对，那如果会跟 Nos 吗？跟 Nos 哦，偶尔会听，可是我不会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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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自己看到就好了，对，你们看到就好。来吧，这首是伴奏。
我应该跟我跟他一起唱好。黒歴史が栄光の歴史に変わった瞬間、そう。もういっそね、さらけ出しちゃおう、もう。私は昔はこんなでした。もうそれで、生配信のネタになるんだったら本当に良かったよね。黒歴史でエピソードトークが変えれれば本当にいいことだ。那做这种干麦就更中二，没有。啊啊啊 ！OK， 来吧。我找一下歌词哦，等我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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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对呀、啊，点这首歌的人就是他说这首要伴奏，很可惜哈，没事，没关系。ずっとそうやって過ごしてきた。何かが壊れて何かが生まれる繰り返し無駄なことさえやめない人たち不思議な人たち眺める私も含まれたほどけない問題などありはしないと知ってても複雑な段階が物語作ってゆく私にもただ一つの願望が持てるなら記憶の中最初からを本にして窓辺で読むページには赤い印現れて踊り出す迫れそうだと思うなんてどうかしてるけれど禁じられたわ谢谢大家，一年 Q 完哈瑞希那里。哈瑞希凉宫是什么时候的动漫呢？虽然我是国中的时候看，可是啊，谢谢 Chris 送戳戳你。这有在动画出现吗？不知道哎，2006，所以应该是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有。谢谢太六三的家，哎，对，告白气球，这个，那有可能，也，那可能不能说哈鲁奇是我的时代，说不定我们国中的时候知道他知道这首动漫的时候，可能已经播完了，还是对。卢卡有看《无尽的八月》，嗯。有日文吗？啊，この字中国ないか日本語。无尽，尽量的尽。谢谢姑娘的告白气球。是电影吗？播了好多集一样的剧情。嗯，谢谢花玉的香槟。アニメは見てたけど、アニオタではなかったな。そう、どうなんだろう、なんかね、なんだろう、オタクの人って自分のことオタクって言わないみたいな、なんか、いや、なんかオタクと呼べるには、みたいな、なんか、そういう感じになっちゃうみたい。
そう、自分みたいなオタクと言うなんて、なんかまだオタクとは言えない私みたいになっちゃうみたい。ね。谢谢、谢谢大家。我拿到红包了，开心。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对，就是以前呢，喜欢看动漫的人，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宅女，就是不会说自己是动漫宅，就是他们觉得哦，我这种人不敢说自己是动漫宅，对，因为他们知道比自己更厉害的，所以都不敢说。对，そうそう、小生はオタクと呼べ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そういう感じ、そういう感じ。呼べるほどの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ってね。我也不敢自称，就是爱看动漫，对呀。漫无止境的八月，那我可能不知道耶。那是日文也是这样吗？小六。对的，过年了。もしかしたら、こうやって見るとわかるの、本当に。いや、ハルヒは台湾でも有名なんだなって分かって嬉しいですね。まあ、反正总而言之、杨公在台湾也这么有名。觉得好开心。让我觉得很感动。我现在敢大声说自己是甜甜圈。对，喜欢我的可以都自称甜甜圈。一定可以，一定 OK。谢谢阿米的 Popcat 大量发声，高中的回忆，因为某姓艺人呢、某姓艺人是谁？红包，可恶！但你不只是甜甜圈，什么？我还在这想说结局，吴 仲他怎么了？虽然我没看过，但就是吴仲贤是谁？好吧，那最后一首歌，我觉得差不多唱完这首就跟你们说拜拜了。どれで歌おうかな。我在想要不要唱 KTV 版还是？这首歌其实很难唱。说那个呢？我发现比较难记的歌跟难唱的歌是歌词，很多歌词旋律几乎都不会变，这种歌是最难记的。就是那点的了呢？就是这边可能这一段是哆哆西哆哆西哆来咪发嗦，第二段突然变成哆哆西哆哆哆来咪发嗦之类的，想说，我为什么一开始是这样，为什么第二次变成这样？对，歌词多的日文歌才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比较难记。两段有什么我木耳？好哦，没关系。哦，知道上次有说对啊，对，哆来咪发嗦啦西哆，不是哆，没有发，哆来咪嗦啦西哆。你可以即兴乱改，还是我先用 KTV 翻唱？如果觉得我唱的不 OK，我改天再唱一次，因为我学这首歌真的蛮久的，对。ルカちゃん耳がいいからな。でもなんかやっぱり覚えにくい曲と覚えやすい曲があって、メロディーがそんなに変化がなくて歌詞が多い曲が一番覚えにくいかな。メロディーに変化がありすぎて歌詞が短い曲が一番覚えやすい。对，就是难记的歌跟难唱的歌是不一样。对，没关系。发在哪里？OK，我看一下。
电脑卡卡，你等一下。最难的歌，对，最难的歌就是这个，超级不好唱。谢谢列根送我梦幻烟火。
好难哦。我原本把这首歌想要往后唱，可是当时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牌子发今天，叫你快点送麦克风，好难过啊！怎么这么难啊？口に出せない、口に出せないこと、口に出せない言葉、飲み込んだ。ここがわかんない。飲み込んだままどれか。なんかね、歌詞にドレミって書いてあるのに歌ってるのがドレミじゃないの。わかる？就是明明歌词写ドレミ，可是我唱的不是ドレミ，所以才会觉得，才会觉得好搞。この曲難しい。ごめんね、どうし、どうし、点这首歌的粉丝。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下次会加油的。そう、どの歌詞でさ、音程がどじゃないの。ドレミが止まらないなのに。味噌どうなの？真的没事吗？我没呢，没关系。下次如果那个粉丝觉得刘佳可以再唱一次吗？我会唱一次，可是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对，等等。所以希望不要剪辑，剪辑的对，而且唱同歌一名还不同音，对呀、啊，给你多久时间都行，真的吗？大丈夫，泣いてない，泣いてないよ。我没有哭啊，只是我的心在哭。等你全部唱完之后再说，我说会叫他拿出来第十卷唱哆来咪。哎，我好想知道其他人唱怎么唱这首歌。怎么记这首歌，真的很厉害。不要叫我唱哦。都可以的，你可以，你也可以唱唱看。すごいよね、この曲。有查到 cover 吗？我只有查到他们唱的歌，这是日向版的歌。卢卡今天奏乐就是这个，握手会没唱完这首不能讲其他。那他们都怎么唱这首歌？好厉害哦！对，总而言之，日向版好厉害。好厉害的日向版 46，啊，其实时间差不多了，我下次会加油的，没有，然后我要继续记歌。唱自然会唱过小肉词，也不能不能再唱一次哦，这个可以，如果真的想听的话，对，对啊，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TP 很厉害吗？一人记一句比较容易，真的吗？对，可是副歌不是大家一起唱吗？这首的副歌也很难唱，哆来咪也很难唱。我自己唱过也知道很难唱。早口そう、早口だしね、しかもね。あ、悔しいな、もう一回歌いたい、もう一回歌わせて。没关系，我再唱一次好了，我今天唱一次，不然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ダメ、これもう一回歌います。可是我先念完那个，我先念版，念完版之后跟日向版他们一起唱好了。对，我会。
快睡不着。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对呀、啊，今天不唱好不甘心，会不甘心。十一点唱吗？好像可以耶，先练一下。还是不要好了，没关系，现在唱一下。我刚刚也，我可以把刚刚唱的当成练习。我的梗善于重生。克里斯，克里斯，哦，克里斯也是第一个。第一次击败分库枪，库枪灵活，陈纳森，有谁呢 ？Why you？ 哦，今天好多，好多第一次的。有三个，太棒了！开心。克里斯，克里斯强国。这个是什么？这是怎么写的？不管。他是国王，国王是真的石油。啊，他是路人哦，真假的？谢谢，谢谢来看我。国王是什么意思？给很多人，哎，礼物给很多，就变成国王吗？单月200万吗？还要感谢第十三名的丽卡哦，今天有丽卡，那没问题了。你真国王等级的上榜，真实有王，好厉害哟、哦！谢谢，很酷哎。PP 最多的是什么？骑士最多吗？也不知道，还是什么自哪里？自觉，自觉。可嘉，还有可嘉，英国强纳森。伯爵，伯爵有伯爵吗？伯爵是最多的，什么时候填缺的单身国王？我是只有骑士而已。对，我其实不知道那个等级。伯爵我没看过，勋爵。哎、啊，没关系，什么丢脸啊？免费仔还敢讲？啊，勋爵哦，哦，对哦，勋。好，今天第十三名是丽卡，谢谢丽卡。等一下，噔噔。第十名是 Gracia， 谢谢 Gracia。第九名是 YU， 谢谢 YU。第八名是陈乐生，谢谢陈乐生。第七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第六名是柯佳，谢谢柯佳。第五名是吉巴芬，谢谢吉巴芬。第四名是 Chris， 谢谢 Chris。第三名是重色，谢谢重色。第二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第一名是 Rek， 谢谢 Rek。ありがとう。
不会是国王 C 位，对呀、啊。可是他也有可能再也不会来看我直播。对，我们那时候在聊什么？我们聊中日话题，然后，对，我记得是聊中日话题的时候，他就来，他就送我礼物，太开心了。Yeah. 我的黑历史变成礼物的话，真的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到底在讲什么？国王觉得这个直播组太中二，有可能吗？그러가면서일하다살고났다本当ありがとう。中二吸引国王，下次继续聊。对，他有问你话，你没看到啊、哦？可惜我没看到。截图时间好啊，我先把亮灯。特效关掉好吧。嗯，虽然我不想关。谢谢大陆仔的家，香槟。我就该讲的，可乐的历史你看拍，我们要干杯，对我的黑历史，干杯，可以站起来吗？好啊，可是我没穿袜子耶，可以吗？好了，害羞了，害羞了，才不是黑历史，对啊，才不是黑历史。国王问了 NG 问题，没看到就算了。哦，原来。那你有帮我回答吗？我的 NG 问题。这个麻烦了。怎么了？我们也回答不了了。我之前都回答不要跟我说黑历史，不是，不要。不要说我的黑历史，可是我现在我那时候我啊，你想我的 NG 话题是不能说我的黑历史，可是我们那时候的刚好聊的话题就是黑历史，没注意到国王说什么，不然就回答了，可惜。对啊，可是今天全部都是黑历史的话题，不能说大学黑历史，国中可以，国中也尽量不要啊。国王是问你住哪里哦？哦，这个不能回答，知道答案的肯定要被停学三个月。听，想到上次被禁言的那个，不用回答啦。他可能随便问问，嗯，有可能。我是住台湾。好 ，OK。我最后唱完这首就拜拜了。啊，待って、太郎さんが7位になってる。谢谢太郎さん。でもいいや。クレッシャーのも作ろう。頑張れ、頑張れ見当たるか。对不起，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嗦啦西哆，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嗦啦西哆。気づかなかった、胸に刺さってた、友達だって油断してた、なぜだろう今まで。
哆来咪休息。そこをキュッと我慢して頑張って歌った曲がこれ本当にありがとう。对啊，比比第一开始好很多，虽然中间还是有还是停了两次。对啊，感觉我梦到这首歌好可怕。希望不会梦到。今晚睡觉就一直听到哆来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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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实际上这个音节是咪发嗦咪发嗦才对，对吧？对，应该是咪发嗦。哎，是吗？努力一下，突然没自信。对，咪发嗦，对。
对，单歌词唱，对，只能唱单歌词，所以你知道嗦啦西嗦啦西哆那边，我写空四度，把单成歌词，空空，你们知道空的意思？空的日文就是嗦啦，嗦啦改成空，然后四度用哆，四的日文就是西嘛，对，然后哆的日文，四度的度的。日文是就是跟都一样的意思，所以我的歌词上面写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空哆来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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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四度，さ、空空四度って書いてる。それでその空四度っていう歌詞にしちゃって、でだから本当はレあのドレミドレミドレミレソミレなんだけど。ドレミドレミドレミソラシドってじゃないと本当にね頭がやばくなっちゃうこの曲すごいルカ这首要叫发发唱这首是他的主题曲哎对耶ドレミソラシド发发前面的主题曲发在哪里他是因为这他是因为这是因为这首歌改成自己的那个吗 catchphrase 吗？他看不见，女人晚安，谢谢送我红玫瑰，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今天是礼拜几耶？礼拜天哦。那我播两个小时好像没有用。对，我原本想说礼拜天，哎，今気づいたけどカラコン，哎，ずっと入れてるよ。ずっとつけてるよ。そう、なんか、なんだろう。对，我原本想说礼拜一，如果是平日的话，可以开久一点。对，不能上到下周，可惜，可惜，可惜。我决定，我下次是9月14号开播。我不要公开，下次要唱什么歌好了，因为我怕我这首歌没有练得很好。这样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对，没有练好就是下一次，这样就可以。そう、あさってなのよ。だからその日のお楽しみってことで。又是很难的歌吗？其实蛮多很难的歌诶。可是日文歌里面最难的歌就是我刚刚唱的这首。其他难的就是歌词难，或是对。对，歌词比较难，可是用外文歌，没关系，听你的。再也能吸引还没被唱到的人，每次都来看你，对呀，来看我。哎咻，好了，抢完这两个红包，我就关播了。原来我那首不算难呢，没有你那首超难的，你那首应该是最难，你提的歌里面最难的就是刚刚的那一首。我想一下哦。继续聊黑历史吗？聊到下播没有？我之前关播的时候不是玩 double 吗？对，我后来好像是10:33，什么梁公舞，还好我的都是小菜一点啊。对，10:29跟10:34吗？
还是35分。对，我第一次没有撞到，没有撞到，可是第二次有撞到那个甜甜圈，超好笑。25、29，对，对，25分、29分，等一下也可以玩呢、啊。完播后10:40，我有遇到一个路口，但是看到积分说不是你。对，如果有看到你，我会讲的。我在直播间会说。对，那也小哥呢？我在想，我等一下名字，黑历史好不好？今天我想一下啊，44分，44分跟49分，中二名。可是你们的中二名，我说不定看不出来。对，我叫黑历史。对，我上次名字叫单身狗，这次改成黑历史。对，44跟49。希望可以见到你们。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目前遇到两个粉丝，都是两个甜甜圈，可是我每次都没有赢。他也就是甜甜圈也没有赢，我也没有赢，就是其他人都蹦啊，或是僕は黒歴史，有秒数吗？00秒吗？对，00秒。遇到谁呀、啊？我要讲吗？KX 遇到宫川流佳哦，谁答应你？就是不认识的人呢。对，如果讲到准备把技能那都不，那哦，多分太罗さんに待ってない。つらい。对呀，遇不到哭哭，没事的。我们准时啊，真的是要准时，准时按那个按钮。宫川好眼熟，好耳熟，可是我也都遇到粉丝而已，44分，对，所以我差不多要关播了，大家，好啦，拜拜，谢谢大家，我再看一下刚刚的榜有没有变。对，一样吧。对，第十名是 YU， 第九名是乔纳森，第八名是林国，第七名是大罗山，第六名是酷酱，第五名是吉巴芬，第四名是克里斯，第三名是重生，第二名是帅源，第一名是 Leg。哎呀，哥，拜拜。晚安，晚安。44分，49分。对，然后我叫黑历史。拜拜。ありがとう。